惊，是我。张嘉玲，敢入去啊？真好啊！李少峰即卖已经离开病院去找张嘉玲啊。即卖后山沼泽毒气真重，林子抓落是有去无回啊。你嘛卖遮尔艰苦啊！咱安尼做是要让因两个人在黄沙路有一个伴，也算是做好代志啊。叶少峰才伫配的时阵，敢无去怀疑？叶少峰已经存无偌久通话，佮加上伊对张嘉玲有感情，佮有亏欠，所以就算讲伊去怀疑，你嘛唔敢替张嘉玲性命冒险的。就算讲叶少峰是存无偌久通好话。不过张嘉玲是无辜，你想到要拖伊落水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心内真正袂得过。乔嫂，人若是想要成功，难免有一寡牺牲嘛，你千万唔通软心嘛。我再讲啊，这个毒气对叶少峰身体状况来讲，伊是绝对袂堪的。啊，不过对张嘉玲来讲，就无一定啊。无听到伊命大，无应该死。哎，你先莫烦恼遮尔济。娘家呢？你哪来两个？嘉玲讲收到你的讯息，你有一只贵宾就随过来啊。我不用伊啊，我是接到通知讲嘉玲有危险嘛，所以我马上赶来遮。对，这根本是陷阱啊！哪来嘉玲这么人在倒位啊？家属的道歉时间，我等不等？哎，今晚是要安怎？你跟小团长要小心啊！不是你这么说，同学六中的校长哪一个没回来？你怎么？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满呆啊！没办法，今晚今晚要么就去死两个。别找我！我放了面具。快点！